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咁啊，点解我而家戴住黑超呢？因为我惊话黑眼圈黑到吓死你。咁啊，经过长时间嘅努力啦，即系经过咗十年啊，唔系一年嘅努力咧，我哋嘅我同阿 Sam 制作嘅唱片咧，终于都今日晒科啦吓，最后一首歌已经录好啦。咁啊，而家都喺播紧添啦。咁啊。万众期待的唱片将会在很快，即不出一个月内就会推出，希望大家到时喜欢欣赏我们的奋力创作，把声都沙晒了，已经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了。阿 Sam 讲两句废话又不讲就是期待去唱这些歌或者表演给大家听，在我的唱片发布会会表演给大家听的，到时阿 Sam 会尽情的演绎了。 OK, see you, bye bye.